些砍下来的东西呢已经全部都搬走了。那今天的工作呢就是要先把刚才的那一堆柴火呢劈好，然后堆置好，然后等一下呢如果还有时间的话呢，这些柴火都劈好弄好以后呢，我再去开我的小超跑。然后今天天气阴阴的还不错，那我可能就把车道附近的这一条路边所有的树呢稍微整理一下啊，让它不要太高啊，也不要跑到我的车道上来。这是今天主要的工作。那我现在就先来做做我的劈柴的工作。我用我的劈柴神器，也就盘锯机呢来把这些木头给处理好。OK， 我上工了。大家很少看到我超跑的摄影。那今天刚好整理完了，就让超跑带你们浏览一下刚才超跑的伟大贡献。它就是如何让我在这一条车道左右的林木呢，在砍伐的过程里面呢如何让它很快速的能够搬运，就完全是靠这一辆超跑。我的话这个、距离将近快150到200公尺远，所以有时候光是走路了就会把你累死，所以需要一辆超跑，就是我这辆超跑咯。好了，就是我的超跑表演到这里咯。最后我要告诉大家是，其实当你拥有了一片地以后呢，其实并不代表你就从此的完全不需要工作，那是天大的错误。其实所有的土地呢都是需要你去维护它，而不是买了一块地你就永远有漂亮的田地可以收成，而是都经过了长久的努力以后才有今天这样美丽的一个田园景观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在小 V 啦做一个电梯吧，也告诉你主呢，我们要回去喝早茶了。OK， 拜拜。